法拉兰德希望做成全世界最有节日欢乐气氛的快闪博物馆，他为年轻人和有着一颗年轻的心的人们打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互动环境。从见圣诞老人到和小精灵合影自拍，这里应有尽有。游客们在不同的场景里获取各式各样的体验，比如踏入老式的北极镇。你好啊，欢迎来到北极镇，我的第二故乡。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主街上有一家电影院。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我做了太多的爆米花。我们有一个给好孩子进的门，还有一个给调皮鬼进的门。你知道圣诞老人可是知道你是听话还是调皮的哦，所以你得诚实点，当然这取决于你选了哪一个。你好，欢迎来到 法拉兰德。 你们今年是好孩子还是调皮鬼呢？ Have you guys been naughty or nice this year? 来，在圣诞老人的好孩子名单上签个名，我会告诉他你到了。游客们还可以在荧光闪闪的法拉森林里穿行，或者在法拉集会上跳舞。在45分钟的旅程最后，游客们可以免费跟圣诞老人面对面。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和他的家人一起欢度圣诞，这真贴心。你想和圣诞老人照张相吗？在洛杉矶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们通常没有季节感，所以我们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创造一个空间来庆祝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呢？法拉兰德将向公众开放到12月25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Got us some good stuff.